我这个皮肤状况非常的蜡黄，非常暗沉，然后肌肤完全就是没有亮度。我有三四个小孩啊，所以我平常生活就是要顾小孩，然后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很认真照顾自己的肌肤。我使用产品之后啊，我觉得我的皮肤啊色泽变更亮。我那时候刚开始使用三个月就有非常明显的效果了，对，我皮肤没有那么干，然后也非常的健康，然后到现在我使用两年多了，我觉得我出门都完全不用上妆。我出门我只要上个5号，然后擦个就是唇蜜或是口红就可以出门，方便。那现在呢，就是连老公啊身边朋友都说我皮肤变得非常好，非常透亮。